觉得太小的还没玩过，会希望他们已经玩过了，不要婚后再来玩这样子。嗯，好像有点敏感。该是英雄到头来。什么婚后才来玩？因为身上所穿着的，这一次的服装。工作上遇到他，然后因为他的个性很温吞，就是慢慢的，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。我怕现在说有，到时候没有就很尴尬嘛。我现在是三十几岁，我也是没办法，就是慢慢等啦。就是一段恋爱，如果再耗个我三年四年的话，那就真的像爱丽丝老师说的，我是真的想结婚，那真的是有点。痛苦心动，因为他真的太木讷了，就是因为他们一直说他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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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我才想说哦，那好，我就来仔细的看看。然后其实也有就是想说，哎，会不会有个比如说拿咖啡的时候啊，会不会有一个触电的感觉，可是他拿咖啡给你就这样有被烫到的感觉。超值。就想说这样，就是会觉得不知道要等他看看会不会突然开窍，对，会觉得太小的还没玩过，会希望他们已经玩过了，然后婚后再来玩这样子。好像有点敏感。该是英雄到头来。什么婚后才来玩？婚后才来玩，这也太敏感了吧？男生婚后，女生对，就是婚前如果玩够，婚后可能就不想玩了吧。应该吧。对，所以我也跟陈皮熊说，你要找玩过的，不要找太乖的，就是婚后可能对。你要找玩咖，已经玩腻的，对，因为这样诱惑在他们身边也不会，就是啊哥哥这样，然后就女同事说他今天穿西装好帅，他就着迷，对，他就着迷了那种，不想啊，就是大家也希望婚姻是一辈子，因为我自己是单亲，比熊也是单亲，所以我们应该不希望自己再变成下一个单亲。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我没办法，你有拿钱回家我可以过得很好，宁可你不用拿钱回家，我可以养活我自己，但是你必须要同等的对待这个家庭，因为我天秤座嘛，所以你多少我就多少，就是你对这个家庭付出多少，你对我的爱有多少，我就对你付出多少，我不会你给我的爱一点点，然后可能你赚很多钱回来，或是给我很好的物质条件，让我不愁吃穿，我就能够，老公你回来了，我帮你拿鞋，然后不管他在外面做什么，这样子，对，所以我没办法。